哦，看到没？帅气哦！各位亲爱的乡亲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克，今仔日要上个就是黑色沙漠。那今天要来看一下我们的更新内容。首先要看的就是新出的世界王啦，震怒的贝克，我们赶快来挑战来看看，打到他有可能会获得这个贝克的手套，然后还有这个贝克的铁链，然后是亚西弗的古代文物，然后巴尔克斯的中古石帕，还有阿尔的文物。好，我们赶快来打一遍看看啦。其实这个手机版世界网也是出蛮多的。到啦，然后入场。我来看一下这个王长怎么样哦，开始了，开始了，走走走，打王去喽，看到没？帅气哦！祭坛的主人 ，Go Go Go！现在蛮好打的，你看，这只要战力有事先打，这个应该都不是什么问题。大家只要打完，就是要想办法拉到王的背后啊。反正这其实被夯到一下也是蛮痛的。绕一下补个血。因为我装不够好，那个不要雷打，不然没事就趴下的份了。水记得也要一定带够啊，基本上要带个100瓶左右。啊，他有保护塔的话，他会有防御加成。先把这守护塔打掉了。这个塔蛮硬的。天哪！这卡真的超硬的，而且还喷火。直接打完看看，那个塔太硬了，受不了。不行。感觉这个塔比那个王走下来强。这个塔今天他都有一喷火，王的话至少可以收3件。好吧，我们继续来抄网吧。你看，除了那个塔之外，其实这个网还是蛮好打的。因为现在这个战力4000的这个死神。算好打。
然后你水带过来，快速冻融到，然后最后烤就好了。小心哦，要死了要死了，回避一下，太恐怖了。啊，不然你死一次了，糟糕，没关系，反正那个网也差不多了。贝克被我打死啊，看下会得到什么。可惜没有得到神灵物，没关系，下次再接再厉啦。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新出的另外一个模式，打开看一下，就是这个啦，雷蒙斯战场。我们先来看一下规则哈。击杀玩家可以获得对方的分数 35%， 然后文物比赛会出现在随机的地点，破坏就可以得到特殊效果和分数啊。然后它效果总共有1、2、3、4、5个、啊、第一个是治愈恢复体力的 15%， 然后是征服20秒内战斗力1000，移动速度增加7，应该说战斗力增加1000、啊、然后冻结的话就是5秒内冻结所有的敌军，然后雷霆是变成12秒的闪电，然后救援是12秒内恢复友军的体力，然后可以变成让敌军移动速度降低的光速，然后这个战场石像啊会出现在指定地点，破坏一样可以获得分数啊，或者是战场分数的 50%。它的效果是30秒内你的移动速度增加 10%， 然后这个拉古斯就是比赛后期啊会出现的头目啊，然后击杀的话也可以得到战场分数 50%， 还有拉古斯获取的分数啊，然后击杀他的玩家会变闪电，30秒内会增加己方的战斗力2000，还有移动速度增加 15%， 然后减少敌军的 15%。好啦，废话不多说，我们赶紧来开一场看看。那现在操作网号马上开，就马上有人了。开始吧。只要玩这个模式啊，你的战力跟装备一定要有基本的水准。不然真的就被秒了分，就像电脑版的那个红色战场，等等就知道了。好，准备开始咯。我们虽然等级都差不多，可是其实战力不一定，战力差不到，因为这游戏还是吃战力吃比较重。好，我现在破坏就是那个石像，然后这个真的像我说的，你战力不够，就是人家第一局你就可能失败仗了。我们去打这个石像。
哦，真难打。不要开自动好了，太危险。首先我觉得先找到我们队友比较好。我看到看到，哇，好敌人！可恶啊，没有捕尸！天哪，这根本就是一个高战力变低战力的模式啊！这个打这人真的要看运气啊，如果你的战力不是最顶的话，真的要像我一样有随时趴下的心理准备。那个地方在左边，我找到了。可我队友竟然开自动，然后在那边卡墙。哦，我这墙也可以砍爆耶，太酷了吧！我们现在打这个石像啊，看看底下会掉出什么东西。好，石像爆了，我也杀了一个人。那我们现在分数变成42啊！啊，这个拉古斯出来了，这个王打死也会有分数的，所以就尽量的抠，尽量的抠。啊，对战要结束了，剩一分钟。啊，死了，可恶！冲啊！剩一分钟，那王快死了，这王的分数一定要拿到啊！最后最好加分的机会，可恶，被别人击杀了。最后两秒，五秒，哎，我是很，但是真的要看运气啊，因为有时候你的队友战力稍微低一点就比较劣势啊。我觉得这模式还不错，就是多一个可以让好友一起互动，因为很多人说《黑色沙漠》很像单机游戏啊。现在都除了那个竞技场又多了这个模式，可以和你的亲朋好友一起玩啦、啊。那今天的影片就介绍到这边，想看更多影片就订阅频道，叫做雨电羽毛的雨大写的 G。想看完再买影片就订阅个人频道，叫做阿里斯阿孔。我们下次见啦，拜。